Hello，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废柴妈妈。这个礼拜是万圣节首作影片，有兴趣的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会先在网络上搜寻可爱的图片，然后在色纸上画草稿。请让我安静的画吧。画好之后把它剪下来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请耐心等待。鬼龟剪好了，蝙蝠也剪好了，然后我会把铅笔草稿擦掉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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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，帮南瓜制造眼睛和嘴巴。鬼龟的眼睛跟嘴巴好难割。完成。下一位是蝙蝠先生。完成。蜘蛛先生，蜘蛛先生，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么小呢？不是你帮我画的吗？橡皮擦屑屑就靠这一台，是买给儿子用的，没想到妈妈用的也很开心，三两下就干净溜溜。有橡皮擦屑屑困扰的赶快去买。叮叮叮，为了这次的万圣节，我去大创买了回纹针，220个，不知道要用到何年何月。剪一段家里有的纸胶带，把纸胶带粘在回纹针上，再拿图片放在纸胶带上，粘到墙上，磁铁一吸，像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接下来就要发挥自己的美感来布置这面墙壁咯。看我左瞧瞧，右瞧瞧，瞧出一个满意的角度，再把图片吸到墙壁就 OK 咯。不过，也是有失败的时候，像这样，哈哈，再试一次就好了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万圣节首作，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废柴妈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